喜欢吗？赶快来找老肖 ，OK 了吗 ？OK， 好，刚刚，各位，我们要征才了。我们这次要征才，要找什么样的人员呢？就是我们媒体部门的人员。那么我们媒体部门的人员需要具备哪些技能？第一大技能就是要有拍摄的技能。赞哦。第二个，你还需要有剪辑影片的能力。第三个，我们要培养你企划的能力。公司的福利制度，老肖讲给你听。第一个，所有的器材由公司提供，你自己不用准备。在这边有劳健保，而且呢，我们每天还会提供一餐哦。每个月也有定期的聚餐。另外，我们在这边的人员也有在职教育训练的部分。再来呢，我们的上班时间是早上的10点到下午的7点，月休8天，见红就休。另外，政府所规定的特休呢，公司也有。在这边工作，只要你能够要求自律，你可以工作得非常的开心。如果你对这份工作有兴趣，赶快来投履历吧。